浪姐，说我还有点糊涂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，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。天上太阳已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。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。青草香，香果甜，喝着露水，泡着树，抬起头，踮脚尖，加快我长大的脚步。吹口哨，哼着歌，摇摇晃晃找道路。放得开，用眼睛，长大的我还有点小糊涂。冷冻枪。下面为您介绍的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——绝地武器激光冷冻枪，高性能、高威力，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被光线射到，马上就会冻结。如果有了这样的武器，就能冻住小熊熊了。到时候就可以放心的砍树了。介绍价只要999元。这也太贵了吧！我还是乖乖的去砍树吧。再砍一棵就完成今天的任务了。熊大，砍树声就在那边。这棵树够大够粗，就它了。肥波，你干嘛呢？都不知道你比划什么，不要打扰我砍树。我的锯子呢？看这情况，还是走为上策。光头强，站住！哎呀，好呛呀！快追！来了！就你们还想追上我的小皮卡？那就加点速吧。怎么回事？油门失灵了！哎呀，小熊熊追上来了！刹车也失灵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啊！哎呀！看你还敢来砍树啊！那咱们回去吧。好嘞。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？好累呀！这小熊熊也太讨厌了，害我又得修车了。好，开始修吧。熊大，你等等俺呀，俺饿得没劲儿了。这一上午光顾着追光头强了，都没找吃的。不如俺们去光头强家附近找吧。好，顺便去光头强家侦查一下。大哥，熊二，你咋又？啥事儿？糟了，难道光头强又在制造伐木工具？熊二，熊大，你干啥呀？俺还没吃蛋糕呢。熊大，熊二，光头强仓库里有动静，搞不好又有啥阴谋，你就吃哭着吃。走了。强哥的杰作诞生，光头战车。有汽车声。看我的超级战车的威力。多亏了小熊熊啊，让我在绝望中改造了这辆无敌战车。只要开着这车，就可以安心的砍树，不怕被小熊熊追上了。糟了糟了糟了，得想个办法呀。有了。咱们这样，
车子不错，先吃点东西再去砍树。美味的蛋糕，我来啦！好香的蛋糕呀！蛋糕呀，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小熊熊，那是我的午餐。你的？哪道菜是你的呢？站住，小熊熊，把我的蛋糕还给我！快给我站住！计划成功。呵，这车看来不破坏它都不行啊！啊，疼啊！哇，俺的脚啊！啊啊，疼啊疼疼疼疼！哦，脚不行，砍的熊掌！啊！不会吧？他还完好无损的，这，他还得想个办法才行啊！哎，锯子，有了！小熊熊，给我站住！锯不到，锯不到！还给我！留点给我呀！这小熊熊拿了吃的，跑得比谁都快。算了，回去开车再来追。好像没追来呀，那更好，俺就可以吃蛋糕了。啊，车搞定了。哎，镜子，刚好，拿来当俺的战利品吧。我新改装的车。看来要去买个厉害的武器才行了。你们给我等着！不愧是超速快递，一会儿功夫就到了。虽然贵了点，但是为了打败那两头熊，哼哼，好，先试试它的威力。有！哇！肥波，你给我留下。小熊熊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加点蜂蜜。小熊熊，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我的蛋糕，真好吃。还剩最后一头熊。居然不在，好吧，先把这头熊带回家，然后再引那头熊出来。熊二，哈哈，俺破坏了光头强的车，还拿了个战利品回来。奇怪了，跑哪儿去了？哟，啥玩意儿？难道是光头强？啊，熊二。熊二，小熊熊果然来了，变冰棒吧！耶，终于把你们抓住了！肥波，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。发生啥事了呀？哎呀，熊蛋，俺来救你哈！哎呀，俺来拳头呀！呀！还挺好吃的你。熊二，加油，加油！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累呀！好样的，熊二。熊二，咱们得赶紧出去，不然就阻止不了光头强砍树了。熊大，咋办呀？看来咱们只能用最后一招了，从萝卜头那儿学来的熊刨式遁地法。来，开始。哎呀，撞到石头了！哎呀，哎，熊大，你知不知道方向呀？啊，有本事你来带路啊！那你就跟俺走呗，这边啊！得了，到家了。呀，好眼熟呀！咱们家啥时候变得这么小了？这里是我家。
小熊熊居然跑出来了。熊儿，你咋找的路？我不是故意的。熊蛋咋办呀？好，哎哎哎，不对，在自己屋里开枪太吃亏了。我的电视还有沙发，岂有此理。看来还是先把他们放出去，然后从背后打败他们。小熊熊，我不跟你们玩了，现在就放你们走。熊蛋，光头强会这么好心放俺俩走呀？不会，我叫你们走你们赶紧走啊。走走走走走。中计了吧。熊二小心。熊蛋，这一次看你往哪跑。熊蛋，你可别怕哈，回到家俺马上就把你舔化了。你别看我，我才不会舔光头强呢。新春天空气让我很舒服，天上太阳已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。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。起草香，经过田，喝着露水，靠着树，抬起头，踮脚尖，加快我长大的脚步。唱着歌，摇摇晃晃找到路，晃到开有眼睛，长大的我还有点小糊涂。好香呀，是从这边传来的。越来越香了。哇，好香啊。说咋这么香呢，原来是蛋糕。李老板呀，我特意弄了个超级厉害的砍树武器给你。砍树武器？现在估计寄到小寨了，赶紧去收，听到了没有？是是是，我这就去。
什么超级武器啊，每次都忽悠我。哼，哎，我的小蛋糕，蛋糕，蛋糕。谁呀，这么烦人。喂，光头强，怎么还没去啊？再给我磨蹭，扣我的工资。是是是，我现在立刻马上就去。哦，对了，我的小蛋糕。耶。这钥匙呢？好想吃蛋糕呀。啊，找到了。什么声音啊？原来是手机响了。李老板，我马上就到了。这什么车啊，点个火都这么大动静。我说中午的饭给我加两个煎蛋啊。煎蛋不是煮蛋。同志啊，我是来取包裹的。取包裹呀？啊，拿出有效证件来。给身份证。哎，你是不是整过容啊？怎么一点都不像啊。你还有别的证件没？那驾驶证可以了吧？好吧，就这样，跟我来吧。谢谢谢谢。你在这等着，我去给你拿东西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奇怪呀，我记得应该就在这里呀。不会吧，这也太夸张了，这到底要找到什么时候啊？大哥，我来帮你找吧。哎，好好好。呀，安咋在这儿呀？肯定是刚才吃蛋糕，吃着吃着不小心睡着了。这么多，我怎么能找得到嘛？是光头强的声音。到底是哪个呀？光头强。对了，光头强肯定是来接砍树武器的。找到了。来来来，给你。是这个了。什么声音啊？吓我一跳。光头强又有武器了。不行，俺得回去通知熊大去。这就是超级厉害的砍树武器，这李老板也太不靠谱了。乖乖待着啊，我进屋看看水烧开没，好泡个茶喝喝。开了开了。什么声音？给我停下来，停下来呀。没想到这小东西这么厉害。我的屁股。救命啊，快给我停下来，停下来呀。救命啊，救命，救命啊。喂，光头强啊，我忘告诉你了，那机器犀牛是需要用脖子上的哨子来控制的啊。原来这么简单呢。走，我们去砍树。
哨子还真管用。住手！呀！不许你砍树！呀！熊二，快来帮忙啊！就凭你们也想控制我的超级武器？看见了吗？熊二，他只替我手上那哨子的。哨子？他说那哨子能控制那个厉害的小东西是吗？他是这么说的。那俺去抢哨子，你负责引开那小东西啊。为啥是俺呀？哎呀，别说了，赶紧上。救命呀！哎呀，救命，救命呀！太过分了，把哨子还给我。还给我，来拿呀，来拿呀！讨厌！哎呀，哎呀，好疼啊！哎呀，哦，给呀！不给！走开！还给我！来呀，来给我呀！来！哎呀！别过来呀！救命啊！小熊熊真笨，有了哨子也不会有用的。咋不灵呀？你应该不知道怎么用吧？来来来，强哥我教你。熊二，不能把哨子交给他。终于被我拿到了吧？熊蛋，这咋办呀？坏了，哨子吞进去了。郭富强说话太好笑了。不要过来呀、啊！别过来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好样的，熊二！
脸熊我还有点糊涂，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，甜甜空气让我很舒服，天上太阳已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，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，青草香经过天，喝着露水靠着树，抬起头踮脚尖，加快我长大的脚步，吹口哨唱着歌，摇摇晃晃找到路，放得开有眼睛，长大的我还有点小糊涂，快转运！过年给家人送什么？不送化妆品，不送保健品，不送新手机，要送就送转运大全。有了它，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。切，自己这肯定又是骗人的。你想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吗？看清时间到，不要再等待。冬天哪来的蜜蜂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难道我打扰蜜蜂的冬眠了？啊，蜜蜂大哥，看在我惩罚了小熊熊的份上，你就放了我吧。我扔没中，真笨真笨，救命啊，小熊熊才是你们的天敌啊，别追我了。大雪下了那么久，冰面应该结得够厚实了吧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，肥波，给我打开电视。这个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，欢迎收看转运宝典栏目。朋友们呢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最近特别倒霉呀？是不是觉得做什么都不顺呢？啊，没错，这一定是你的家具摆放有问题呀。这个比如说你的沙发桌椅摆放正确吗？这沙发难道没放对位置？还是你家的卧室有没有被横梁压顶啊？卧室的横梁压顶？难道真的是因为我的家具摆放有问题所以才倒霉的啊？那么今天我就教给大家两个小窍门。这第一，镜子绝对不能对着床。镜子床。找到了，看来让我倒霉的原因就是你了。去，这下我要转运了。那么这个第二呢，就是家里应该养些鱼，放个风车就像这样。鱼和风车。好了，既然我今天也说了这么多了，就不再多说了。那么需要购买转运宝典的观众，鱼和风车都齐了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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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我的好运。这什么声音？难道我的鱼？飞波，你看你做的好事，把我的转运道具都给弄坏了，不惩罚你就太对不起我自己了。卖萌也没用，
给我乖乖的待在里面吧。我的好运啊，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啊？还是来看看转运宝典这个栏目吧。观众朋友们，您现在还在倒霉吗？也许是你房子的布局限制了你的好运，您只需要将家具像我们电视屏幕上显示的这样按照这个位置来摆放。我明白了。这样好，各位观众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随时打电话向我咨询。电话号码是38852426，谢谢。这样摆怎么看都觉得那么怪呢。还有特别是这个，算了算了，大使说的肯定不会错的。哎，今天的节目怎么还没开始呢？观众朋友们，由于节目调整的关系，转运宝典栏目已经停播。什么？谢谢您的支持。停播？还好我有大师的电话。通了。喂，是大师吗？是我的。你是不是要买转运宝典呢？不是，我是来请教大师您的。这样啊？我很忙啊。告。告？大师啊，我只是想请教一下怎么转运而已。8万。8万？这个大师。胡了。胡了？不要啊，大师啊！大师，要是我转运以后赚了大钱，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的。给钱，给钱，给钱，给钱！大师，你还没教我转运呢。教什么教啊？不就是转运吗？行了，行了，今天大师我心情好，就提点提点你吧。那个，你平时啊要多吃点杂粮蔬菜啊，补充点正能量。然后这个屋里不能带带字带刺的东西。然后厨房的窗户不能朝南。窗户朝南，那边那个也是。这个怎么样啊？按照我说的做了没有啊？小伙子很上道嘛。那我就再多说一点吧。就是你这个房子呀，西北面不能缺木啊。原来是这样啊。这个行，就这样了。那你把这个咨询费用啊汇到我这个账户上啊。喂。滴滴滴滴滴滴滴人呢？哎，啥味儿呀？熊蛋，熊蛋，醒一醒，醒一醒呀，熊蛋，熊蛋。熊二，咱不能擅闯民居啊！哇，好香啊！光头强可能又在做啥武器呢？哎，熊二，等等，这可能是光头强设的陷阱。哎呀，光头强哪有那么聪明呀？俺们打他个措手不及。熊二，还是算了吧。就不相信了，俺还打不开你这扇窗户。小熊熊，大师说的果然没错。小熊熊想吃门儿都没有。熊二，你没事吧？看吧，都说是光头强的陷阱，从另一边进去。狼哥儿，狼哥儿，里个狼，五谷料理最健康。哇，我强哥的厨艺真好。果然是陷阱吧。感觉我的好运就要来了。对了，我还要种树。光头强居然在种树。这下运势应该好了吧。运势？熊大，俺们进去看看吧。进屋里干啥？看他能准备啥陷阱。搞定。好累呀、啊，要不是为了转运，我才不会种什么树呢。你快把盘子放下。小熊熊，一口别人东西，就尝一口吧。那是我的五谷料理啊。不，你误会了。大错。哎呀，啊，
俺可不是故意的啊！熊二，咱们快走，快走啊！哎，吃的撑了，让俺歇会儿哈。吃了我的饭还打人，看我怎么惩罚你们！俺们不是故意的。又完了！兄弟，刚才啥情况呀？不知道啊。哎，要是光头强多种树不砍树，那就好了。这小熊熊，什么大事？你就是个骗子！